家好，欢迎来到 National Strange Channel。今天就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保养小提琴。小提琴就是用木做的，它是一个木制乐器，所以它会用动物胶组合而成的。一般来说，它们对于湿度和温度都是非常敏感的。咁咧，我哋小提琴嘅保存濕度啦，最好維持喺 50% 至到 70% 中間啦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就唔好建議夏天喺户外演奏嘅。咁咧，因為香港嘅天氣潮濕啦，所以我哋最好咧就喺琴盒入面放一個吸濕包，咁就唔會有濕氣啦。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唔好唔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拜拜。